感恩有来自于社区大德学校的同学以及慈济志工，一共有180位的演绎菩萨共同的成就父母恩重难报经。人间世代心欢旧，唯有那父母对子女的真爱啊，天长地久，至死方休。世尊，今天要跟弟子们开示的是什么呢？今天要讲的是有关孝道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的，我们要好好利用，不要跑来跑去，不要让父母担心，不要受伤。我们的眼泪就是妈妈的血。妈妈的奶，然后就是妈妈就是很辛苦，然后又很辛苦的生下我们，就是我们要多体贴他们。
家应如马，望雨春风，几只儿女已成长。在演的时候，师姑会提醒我要往前站一点，要面对观众，不要看着旁边，这样人家才会看得到你的表情。梦中见。
Thank you.
轻轻告笔间，试问天下多少富恩儿呀，一途都只盼此情小情泪涟涟。思念妈妈的这一种感觉，去诠释这个，在最后让人家去感动，当初失去母亲那一种感觉，那一种痛。演绎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收获就是回想到过去父母他们的付出。